我这个灵界本来的样子是这样的，这个锤呢就仿佛来自于地狱，我年轻的时候呢最多能扛住三锤，现在估计是不行了。这个呢并不是说工艺落后，因为这种大件呢它必须靠人来做，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和机器的一个完美的配合，即使是老外看到了他们也是非常佩服工人的这个技术。这时候呢实际上是自由段，他要把这个钢筋呢给它端出拉长，断打呢可以消除钢筋中的偏隙或者疏松缺陷，而且锻造法兰呢是法兰产品中机械性能最好的一种产品，价格和力学性能都比普通的铸造法兰要高一个档次。本来是一个正方形，现在呢要把它锤成一个圆形，所以这样的话呢几乎就是靠人来控制。作为外行呢我可能会担心这个钢锭凉掉，但是因为这个工业呢比较大，它凉呢实际上也凉得比较慢。这红彤彤的看起来就像是灯笼一样，钢材虽然硬了，但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呢它也不得不屈服。这时候呢锤成了一个柿饼，这个温度看起来已经有点低了。那我们看一开始它加工的那个零件实际上是很复杂的，那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操作大锤的这个人也非常厉害，他和工人之间的配合呢真的非常的流畅，就感觉像 F1 赛车换轮胎或者加油似的。这时候锤成了一个铁饼，真的是铁饼啊！我本来想着他可能是要放到旁边这个模子里面，结果呢又给了他一锤。以前有个网红直播就说帮帮给你两锤，哇，这锤一下谁受得了？那他这个地基呢估计也是特制的，要不然这样锤的话早就被压到地下去了。你别说他们放的位置是真的准，如果要是锤歪了那就不得了，说不定这个大钳子呢都能打到人。这时候模具终于来了，锤了这么久啊，感觉这个温度是越锤越高了。钢锭的锻造温度一般是1150到1250，这都已经敲了几分钟了还是红彤彤的感觉。这时候放了一个小号的电块在里面，那这是要干啥呢？看看就这么一块钢锭需要六名工人，再加上操作空气锤的这个大哥呢，那基本上就是七个人了。每敲一下就移动一下，怪不得有一首歌叫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就真的是有力量啊。原来师傅的手是松开了，我还以为他放在上面，要不然肯定震得手疼。我们以前修那个挖掘机的钢板，就是师傅用杨宇学把那个钢板给它烧红了，然后再用大锤砸，我就扶过那个钢板，震得手疼。这边呢还是一个断打的过程了，估计孙悟空呢能够扛得住这个锤的冲击力，怪不得特殊场合会遇到锻造件。以前呢我们看一些古装剧，那些铁匠呢就用锤在那敲来敲去，那时候呢我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没想到古人呢早就知道了这其中的奥秘。本来是很厚的一块铁饼，现在被敲薄了，这个时候上了一个模具，这就叫模锻了。这个模子呢一看就是冲孔用的，但是感觉这个铁饼呢已经快凉了，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要怎么操作。这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位师傅端着一个铲子，里面呢可能是煤，目前呢还在调整这个冲模的位置。敲击瞬间就起火了，也有可能放的是铝热剂，现在把它抬起来了，把它添到下面去了，这样的话这块铁饼的温度呢又提高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金属凉了之后的一个处理方法，火呢烧得非常的猛啊，每敲击一次这个火势呢就变大一次，这个操作呢真的太厉害了。就这样硬生生的把这个模具呢给敲下去了。如果在现场啊，这个敲击声应该会非常大，我估计干这个时间长的话眼睛和听力可能会受影响。这时候呢又摆了一个新的模具在上面，这是要敲哪里呢？我知道了，这是一个凸模的操作，这块铁饼呢和下面的模具呢已经粘到一起了，这根方锭也是非常结实，这样敲呢都没事。中间的火呢还在烧，这很有可能是一种渗碳工艺，现在应该是打算把这个铁饼给它取出来。这时候呢已经被锻成了一个像帽子一样的形状，
就是正儿八经的铁帽子，就是中间的温度仍然很高啊。看样子呢是准备把它推到锤的下面，有可能是刚才的锤多了。这时候呢又放了一个模子在上面，这位置准不准呢、就决定了后面车床的工作量。口一不小心给敲进去了，那应该是敲穿了呀。这时候又换了一个模具，所以这时候这个形状呢就有点复杂了。如果让钢铁侠穿着盔甲站在下面，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。这边呢又翻了一下，肯定还要再放在下面吹啊，这个钢筋起码100多斤了，直接上大锤了。这玩意能吹得动吗？可能是模具还嵌在里面。刚刚一块小的铁片被抽走了，又放了一块梯形的模具，这实际上就是在冲孔啊，只不过因为板件太厚了，所以一次可能压不过去，两侧来回冲也平衡了一下前后孔的大小。现在看起来又有点像飞船，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这个孔径呢还不符合要求，还需要再扩大一下。工人师傅的臂力惊人呐、这么大一块钢筋一下子就夹上去了。这是我见过的最粗暴的开孔方式。冲不过来，现在再从反面把它冲掉，直接给了一锤。现在再从反面来冲，仅仅坚持了一秒钟，一下子就被推下去了。本来呢就是一个钢钉，最终呢被加工成了这样一个形状，所以这个团队协作呢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好，这个时候还没有结束，还要蹲这个边上，但这个边上明显已经凉了呀。这看的是一个人了，实际上是三个人。师傅穿的还是布鞋。压还是能压得动啊。